男孩，当时是你追的她吧？对，我追的她。你觉得她漂亮吗？漂亮。你觉得会有很多的异性跟你有同样的想法，对不对？这个。他的照顾，所以啊，这件事情并不是单方面出现的问题导致的现状的出现，其实有你的因素在里面，甚至于他已经感受到你那种可能若近若远，他不安全了，他才这么去来对你做的一些事情。如果你真是不喜欢他，直接跟他说，不要这么折磨他，好吗？他内心是比较脆弱的，就这样。